2004年，刘德华单膝跪地向吴倩莲求婚。当时华仔费尽心思，利用开演唱会为借口，邀请了当年一起合作拍摄的这个《天若有情》的吴倩莲。在百万人的见证之下，刘德华唱到动情之处时啊，突然单膝跪地向吴倩莲求婚。台下的粉丝非常激动，粉丝怒喊道：“在一起，在一起！”当时刘德华也正在等待答案，没想到吴倩莲直接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。”当时现场的气氛瞬间就变得尴尬了。还记得当年刘德华被采访圈内哪个女艺人与你最配的时候，当时很多人还以为是刘德华会说关之琳的名字，没想到刘德华思考了一会儿，说出了吴倩莲的名字。这吴倩莲究竟有什么好的呀？论长相敌不过关之琳，身材就更不用说了。吴倩莲单眼皮儿、小眼睛，五官并不精致，却把刘德华迷得死死的。传闻当年两人在拍摄电影《天若有情》时，吴倩莲总是闷闷的，不怎么爱说话。其实华仔也是这样的性格，但是华仔愿意主动与吴倩莲沟通，并时不时的还会讲笑话给吴倩莲听。因为电影《天若有情》是一部夹杂了动作类型的电影，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，就算道具完善，也无法避免演员在拍戏中偶尔会受伤。当时华仔是非常照顾吴倩莲，有时候吴倩莲因为拍戏擦伤了，华仔还会特意的向道具组讨要护理工具，细心的亲手啊为吴倩莲啊是包扎伤口。其实华仔的细心照顾也被吴倩莲看在眼里，只可惜吴倩莲早已心有所属，要不然谁能不被这样温柔的男人迷倒呢？当时外界一直流传着关之琳与刘德华的绯闻，于是啊就有不少粉丝说刘德华的最爱不是关之琳，而是吴倩莲。再看看刘德华现在的妻子朱丽倩的长相，很多粉丝都说刘德华明摆的就是按照吴倩莲的长相找的嘛，可能得不到吴倩莲就像找了个相似的。你们觉得刘德华这一辈子对谁用情最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